观众朋友们下午好，现在播放我们每周一次的健康吧。今天我们将讲述关于如何预防，不要动，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些十分钟的放松法。首先坐在沙发上，身体放轻松，或者用一个舒适的姿势坐在椅子上，给自己沏壶浓茶或者煮一杯咖啡，尽量保持十分钟，让自己在这段时间里什么事都不要去想。在浴缸里放上温水，然后躺进去，记得在浴缸里也要保持平静的呼吸，嘴唇微张，深深地吸一口气，把脸埋下去，鼻子埋进水里，然后在水里缓缓地吐气。不要在回家后就立刻开始处理，别打扰我。在疲劳且软弱无力的状态下无法高效的工作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如果想解决这些烦心事，那就需要先花点时间。让我去散步，可那里有狼。手机去散步吧。毛毛虫，那我打个电话试试吧。
让我来打个电话。刚才那个球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角度啊！再拨一次，客队的球门再一次被主队球员攻破了。再拨一次试试。客队主教练现在在对球员说些什么？让我再试一次。传球，跟进，太精彩了！兔子，准备。Ha ha ha!
是能够快快长高的药水呀。检查一下我的身高吧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恢复正常了。哒哒哒，所有动画片都到哪里去了呢？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动画动画在哪里？按下这个麦克风，玛莎与熊就放松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